我们前前的，我们前。反正都放在办公室，反正。别急别急，办公室。好好，起来起来。哎，老公，钱浪费我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再到办公室，你们找。搬上来，太天干了，搬了，我们辛苦了。妈的，一馒头，我来，还有一包馒头，就是给你的，我哎呀，不用生气的呀。馒头谁能管呀？生气了呀？馒头呢？一包馒头给你的，送你的无所谓，就是那个价。不行，这不行，不是不是，我碰上点儿的。不是，你先。不行，他跟你说你没懂。你谁能懂？你到里面，我办个事，我跟你讲。弄下去吧，弄下去吧。一个人。